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，今天继续玩我们的乌托邦起源。OK， 然后我现在的时间在晚上，啊，随便，应该不是重点。OK， 然后在那之前，就是在这段时间，我有去稍微采集一下水晶矿，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水晶的话嘛，好像要用到比较特别的熔炉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这种在哪边？我的熔炉，像我们这种一般的熔炉是没办法烧水晶矿的。我给各位看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下水晶。我相信有些人应该会跟我犯一样的错误啊，就是拿那个水晶矿来，就是直接把水晶矿丢进这个。等一下，我丢错了，对不起，丢这个水晶矿嘛，然后丢进这个熔炉里面烧。其实它是烧不出任何东西的。各位看一下哦，他会说。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对，水晶矿的部分嘛，就是你要拿。等一下，我人物要去哪里？不要乱跑。水晶矿的部分你要拿这个魔法熔炉，这魔法熔炉它才可以烧。对，因为给各位看一下，如果你们要比如说什么东西要用什么东西，就是什么材料需要拿什么东西来制作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文字叙述。文字叙述什么？你看用途广泛，然后他说要在水那个这个水晶要在魔法熔炉里面才可以烧得出来。至于这个魔法熔炉嘛，他虽然说石头很好拿到，不过他要这个什么火附魔石的部分嘛，我可能就是可能还要得去收集啊。那如果有观众知道哪边有比较多火附魔石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一下哦。谢谢。那有很多观众说愿意提供给我一些什么装备啊，然后什么材料之类的，很谢谢你们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说我自己来攻略就好了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谢谢。OK， 那我们在出发之前嘛，我们出发之前，我们来先做几样小东西好了。我先把我的粘土还有跟茅草给它拿出来一下。为什么要用到粘土跟茅草呢？我打算来在家里面种一下田，这个可以制作多少的？它需要特定工作台，所以一定要用这个工作台才可以制作。OK， 那我制作的全部拿来制作好了。哇，这个制作起来有点久哎，不过它的经验值加135还蛮高的。OK， 等他一下，耕地，对，我要来耕地。那我因为有些作物，我发现就是说有些我要做的一些什么宠物的啊，不然就是做起的饲料包，我需要一些材料。那有些材料我可能是采集不到啊，或者是说要采集到也很困难。那我就是干脆自己来这边种田好了，在自己的家里种田。那我给各位看一下之前活动，不是这个，开错了。之前活动的时候有给我，他好像也是说什么连线异常，然后官方补偿这个辣椒种子，那我就来种这个辣椒种子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是准备，话说这个根调怎么用？使用？哦，可以直接放在家里吗？可以直接放在家里的话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应该随便放都没差吧？好，放一下。是这样子，然后可以收回哦。那我们再给它放一，等一下按错，那我们再给它放一块好了，放一块这样子，反正我就随便放啊。目前我没有打算要说，等一下我饿了。看一下，然后那官方补偿也有给我这个汉堡，吃一个，哇，食物加65哎，还真高。OK， 然后再放一个，这个种子要怎么放啊？种子的部分我不太会，这个我还没有种过东西，使用，啊？为什么？哦，有了，要靠近在这边，然后它可以种下去啊。有了，要靠近这个耕地，然后可以按使用。快捷键，我放这边，然后我再使用看看。
先选一个目标，然后这个，嗯哼，哦有哦有哦有，这样子，我现在要靠近，然后你还要再点它一下才会有。那么是只能一个一个耕地，只能种一个就对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请问一下，其他的水果类的东西可不可以种啊？看一下啊，其他水果类，比如说像是玉米啊，玉米应该是可以种的。那比如说像葡萄，哎，葡萄可以种吗？葡萄啊，还有柠檬啊，跟一堆叽叽巴有的没的啊，柠檬可以吗？柠檬应该可以吧？这种树应该可以。这种生存游戏应该可以让我种柠檬或葡萄吧？我还想要说种一个葡萄园，哎，应该可以吧？可不可以？我试试看。然后，哦，不行，他只能吃葡萄，有没有搞错？不行，没有，种不下去。你把卡拜托姐，让我种一下好不好？等这样啊。好吧，算了，看来是种不了葡萄。好吧，把这个柠檬跟，我觉得柠檬应该也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没有位置，等一下，没有位置，怎么那么满？打开，啊，随便先放了。然后我的一些什么这个的话，这个象牙。这个象牙原本是水晶装备的附魔材料，可是它现在也用不到了。那么我决定反正暂时在收集到火附魔石之前，我也只能用一些金装啊。那我就是准备来制作一些金装备，然后刚好我有之前打死了那个什么水池龟啊，那个叫什么岩浆海龟。其实那岩浆海龟，我觉得它真心应该要叫成陆龟才对，因为它的四肢就是陆龟啊。对不对？我没有说错吧 ？OK， 那我在这边的话，我要制作一些装备，我来制作。反正龟壳这么多，我就来换成一套。等一下，我的金锭去哪里？我的金条哦，金条在这里。好，金条在这里。我带的东西有点重啊。OK， 制作。然后我来制作一下这个，还可以加添加剂哦。你看，可以加添加剂，来制作一个，来一个好装吧。精良的 ，OK， 看一下，负重加哦，你看这个负重加很多，哇哦，我觉得我好帅哦，哼，然后再制作一个黄金甲，满城尽带黄金甲，制作，哎，有时候模拟器点的时候没反应，然后一样是精良的。看一下是最大耐力，然后什么最大水分，看一下哦。哇，真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。然后制作这个酷，添加剂也放进去了。哦，有金阳的酷，来看一下金阳的酷长怎样。哇，负重加多，哇，负重加这么多，好欸，哇，负重加这么多。然后我这边上次打了好几个野味烤肉，都来吃一下。不过吃烤肉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很容易渴。好，我们把之前的装备全都给它塞回去了。这个，哎，我原本这个就是精良的铁甲吗？我看一下，我原本这件就是精良的铁甲吗？看一下哦，负重加，哎，我的这件好像还比较好一点哎，我这个是耐力加比较多，然后这个是负重加比较多，好吧，我穿回去，这个负重比较好。OK， 然后我决定来显示一下我的身上的装备，显示防具。OK， 这样子还比较帅一点，有没有？觉得很好中二哦，那个黄金甲，超中二的黄金甲。
OK， 那我们把一些什么东西都给它塞回去啊，是用不到了。然后耕地的部分先暂时这样，我先把它摆回去，然后改天再自己种。那格格的胶大概要长多久啊？各位有观众知道的话，也可以帮我解惑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黄金镐的部分，我也来把它再制作一把新的黄金镐好了，看能不能制作好一点的黄金镐。哎，没有添加剂，等一下哦。添加剂的部分嘛，我之前去挖很多黄金，然后有打到这个红宝石，这个红宝石就是拿来精致武器的附魔剂。好，准备，不是黄金斧，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哦，一二三，看这个。来个史诗级黄金镐吧，看一下这个最大15加 14， 哇，这个不够好哎。然后这个是加耐力加负重的，好吧，反正我目前这个爆的话，我也是直接把它丢掉了。反正那个爆掉的话，我也是直接把它丢掉了。黄金的部分应该是不用说去留太多。好，那我们东西都存一存。东西存一存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发这次的探险了。还有什么东西？看一下哦。食物的话够，水的话也有。好，那我们这次要去哪边探险呢？上一次嘛，我们已经探险这个河什么谷的，然后这里我们探险到这里了。这个什么七里香平原，七里香让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，什么秋刀鱼的滋味。猫和你都想了解，我唱的还不错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知道很难听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往这边过去了，我们就往下面过去。OK， 我们来到这灯塔了，那我们就准备来下面七里香这边好了，往七里香出发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来到七里香平原了，然后往下走。上次都没机会玩，这边也有个城堡上次怎么没有在这边看到个城堡？这个是玩家盖的吗？这应该不是玩家盖的吧？这是玩家盖的。等下，爬不上去，卡住。我到步行区，所以这边应该是玩家的哦。不是，这边应该是官方的啊，应该是官方的。对，这边是应该是官方盖的城堡啊。好吧，我现在在步行区。What？ 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哇，下面这边之前有看过吗？来，这边是谁的房子？来，有观众知道的话，都可以来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哦。有谁住在这边的？那边又有一栋这个是玩家的吧？对不对？这应该是玩家的吧？盖在水边，我刚才没骂脏话哦。盖在水边的话，应该是玩家的吧？哦，主人没对你开放使用，所以这个是玩家的哦。对，这应该是玩家的。哇，还不错。怎么回事？干什么东西？各位没有看到，刚有一只动，刚好是个触手跑出来，我吓到了。敲死你！哈哈。有没有黄金甲骑士来了？有没有在夜光下的我的黄金甲还是金弓像不像？没想一，哇靠！这边你们的房子也盖得太密集了吧？请问一下，这边是不是一个群？就是有一个群组的？这边你们是一个群组吗？比如说我，各位看一下我现在左上角的地图，然后这边是个群组，就是大家都。这边是不是一个，比如说一个群组，然后一起盖的社区啊？等一下，这个我刚才没发现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也是玩家盖的吗？这一定是玩家盖的吧？对不对？对，这一定玩家盖的。我进不去。哇，天啊，这个房子是谁盖的啊？这个城堡。等一下，有点忙。这个
请问一下，这个房子是谁盖的？如果有观众，哦，哎，它上面还有两个，哇塞，这盖成一个星星，一个爱心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应该是一个星星的符号，哎。如果有观众知道的话嘛，有观众知道这是谁盖的，或者是说这间房子的主人，你可以来我的影片这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然后你还有小鬼还在屋顶上面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小鬼在屋顶上面？在那边，在那边，你看小鬼在屋顶上面。OK， 盖得很棒哦，哇，大家都很有艺术天分哎。像我就没什么艺术天分了，我盖得好差哦。好，我们就往下走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哦，房子跑出来的时候都在可以。好，我们就往那边山区过去了。我心卡杯，邓姐，我心卡，这个棕色的台语要怎么说啊？等一下有没有观众知道棕色的台语要怎么说？我这个如果叫黄马的话嘛，我想一下，我心卡恩妹啊。是这样念吗？哦，等一下，那边为什么有一大堆小麦田？这个是玩家盖的吗？这个小麦田一定是那个玩家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只马是谁的？啊，这只马是真的。这是小麦田是谁的？哎，这个小麦田，这可以采哦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多采一点好。为什么这边小麦田这么多？这 bug 吗？为什么这边小麦田这么多？这 bug 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不科学啊！为什么这边小麦田可以这么多？多采一点，多采一点。好怪哦，这个是有人刻意种的吧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人刻意种成这样的？对啊，这个应该是有人刻意种成这样的，不然不可能小麦田这么多吧？请问一下，小麦田可以种在怎么说？小麦田可以种在那个直接种在外面的土地上面吗？还是说它一定要耕地？哇，还有马哦！啊，不是马，这是什么车？所谓铁马 T 杯啊？这可以打吗？收回。哦，他哇，居然有人骑车哎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看看有人玩这游戏玩的，哎，等一下可以，又可以看有人玩这游戏玩的很快。